哇！這個海景是不是很漂亮呢？其實我也想自己屋企有一個這麼大的海景的。其實很多人都夢寐以求有一個這麼漂亮的海景做屋企的。但是呢，我覺得一個屋企的設計呢都要設計得舒服實用，一家人住得開開心心，就好像這個屋企那樣，那就更加完美了。有一個這麼漂亮的海景做點綴，屋入面的設計不用做得太過花巧，反而以簡約白色的設計，再以少少綠色作為點綴，令整個感覺貼近大自然，跟外面的海景有統一的感覺。在個 website 那裡見到一些資料，那就都挺好的，那於是我就選了這間公司做我考慮的範圍之一咯。因為我覺得這間公司其實它根本上啲 designer 設計嗰啲嘢都其實 OK 嘅，啊咁同埋我又上個網址我都見佢都有幫珀麗灣係做過設計嘅，咁其實所以都會有信心咯對呢一方面。成個廳嘅家私都以實用為主，淨係飯廳呢個 L 型嘅櫃就已經儲物量驚人啦。但是这个柜最特别的是设计师在柜的某一些位置做了饰柜，除了可以放户主的饰物之外，饰柜的透明感也都可以令整个柜的压迫感减低，望下去就舒服很多了。我觉得因为始终这一间是大公司啦，咁同埋我就好惊，即係譬如话如果有啲公司细公司咁可能会即係我哋因为要畀订金嘅，咁如果畀咗订金咁可能佢之后啲服务态度唔好啊或者咩，咁我哋就损失咗啲时间或者係金钱嗰啲，咁所以我哋都会选择一间即係規模大少少嘅公司咁样。上次我找過裝修的公司呢，譬如說我有什麼不滿意他就不會跟我換的，他會覺得我已經做了這樣，但今次如果譬如說我有什麼不滿意，譬如說我擺不到 CD 盒這樣，不如你們跟我換過，因為我主要的目的我是想擺 CD 盒，他都很樂意這樣跟我換過去咯。例如我再舉一個例子，就係咁，佢有一日佢嚟嗰陣時咧，佢就唔小心整爛咗我哋嘅門頂，咁佢都唔介意幫我哋買翻個新嘅，咁就幫我哋安裝翻咯。咁其實呢個又係一個好好嘅服務態度，我都覺得。哥哥嘅房間以方舟嘅設計做主題，完全係為哥哥度身訂造，唔知道哥哥又點睇咧？喂 ，Hello Noah。Hello， 你间房好靓喎。系啊，间房系好靓。最中意系边一个地方啊？颜色。仲有咧？啲墙、啲图好靓。仲有咧？可以摆好多嘢，因为我以前咁，我想摆我最中意嘅嘢。咁你平时会喺间房入边做咩啊？我会喺间房玩嘢，做功课。你呢间房咧个设计系船嚟嘅喎，系咪你自己谂噶？爸爸帮我谂嘅。架船咧有我嘅名字，好型。大家有冇觉得呢间房有啲似曾相识嘅感觉呢？其實呢間房和哥哥嗰間房有個強烈的對比嘅，佢哋嘅間隔其實是一樣的，不過呢間房就用了粉紅色和公主嚟做主題，襯翻妹妹可愛得意的性格。搬新屋，一對仔女一定好開心啦！佢哋嘅反應係點咧？佢哋好中意噶，佢好中意自己間房，咁成日啱啱開頭搬入嚟嗰時，佢哋都會入去間房嗰度成日玩啊，同埋佢哋好開心咯，即係譬如做功課都會好開心嘅。個個部分我都滿意噶，咁因為佢其實呢一間成間，咁其實我屋企就比較多飾物嗰啲嘢嘅，可以裝好多飾物嘅嘢，咁其實呢方面我都幾滿意，可以裝到幾多。今天我們來拍客户滿意個案，
都令到户主一家人非常之开心噶。哎呀，我觉得好好啊！我觉得今日全个过程都好好，帮我化妆嗰个又好好咁样咯。即系不论帮我哋一家人去化妆啊、set 头啊、拣衫啊，或者系帮我哋影，我觉得成个过程都好，即系我哋屋企可以影到好温馨，同埋成个过程都好融洽。主人房就以啡色为主，营造柔和温暖的感觉，而整体设计都是以实用为主，除了做了一个特大的衣柜之外，还做了地台，大大提升储物空间，还要利用窗台位置增加多一个储物空间，真的可以放晒全屋的杂物都得啊。户主最满意我哋边一个服务啊？我觉得呢间公司嘅优胜之处系因为佢嘅服务好啦，设计师嗰啲 designer 好啦，咁同埋佢嗰个做完，即系譬如话佢帮我哋装修啊、安装啊嗰啲师傅嚟嗰啲都好友善，工作态度好好咯。啊，咁佢哋又唔会介意我哋好暗沉咁样讹佢啊、烦佢啊、问佢啲问题啊。點樣點樣，或者幾點會整完啊？諸如此類，咁我覺得啲服務係比起其他公司就好好多咯。一個好嘅設計師，耐性係好重要噶，因為咁先可以真正聽到客户嘅要求。其實佢幾好噶，佢即係不論工作態度啊，我哋有時約佢啲時間啊，即係佢盡量都會去配合翻我哋，會就我哋。譬如話我哋都幾煩，有時要去見佢咁樣，佢都唔會介意做到好夜咁樣陪我哋喺度繼續講嗰個過程咁樣咯。咁其實我覺得佢服務態度真係一流。户主下次会不会再找设计情报帮手呢？我会再找这一间设计情报中心，原因就是所有东西我都很满意。